第29题，右图为某木体做直线运动的速度时间图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A. 0到3秒内的加速度为静止。我们晓得图给我们是 vt 图，vt 图是斜直线，表示做等加速度运动。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0秒到3秒之间，它并不是一条斜直线，而是一个弯弯的这个线，所以呢，它并不是做一个等加速度运动。选项 A 是错的。那么选项 B 1到2秒的平均加速度大于2到3秒的平均加速度。我们看到1到2秒跟我们的2到3秒是同一条斜直线，所以呢，它们都做一个等加速度运动，它们加速度是相同的。事实上呢，从1秒到5秒之间都是同一条斜直线，所以它们表示它们有相同的加速度。所以不仅是选项 B 是错的，选项 C 呢说1到5秒内物体的加速度越来越小也是错的，应该是加速度相同。所以选项 D 呢，第2秒的加速度等于第4秒加速度是对的，因为1到5秒的加速度都一样。所以第29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第2秒的加速度等于第4秒的加速度。